哎呦呦，我的脸好疼啊！我的脸，我的脸，我的脸呐、啊！卖槟榔喽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槟榔，会导致口腔，不能吃。你看，我也吃，没什么的。你给小朋友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。没事，我只是在吃槟榔而已。槟榔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嗓子有些疼。不好了，爸爸吃槟榔中毒了。啊？槟榔含有的生物碱会导致兴奋，但是不会导致中毒啊。我很像是中毒了。我看到了一条和树一样颜色的蛇，爸爸是中蛇毒了。不对，北方常见的蛇是蝮蛇，蝮蛇咬伤伤口会迅速红肿，且呈紫黑色。爸爸的症状明显不符合。那爸爸是怎么了呀？不好，是口腔。